创业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自己啊，我们每一天是否自律去学习啊？学习2个小时、3个小时啊，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认知啊，做人靠不靠谱？还有是否每一天积极用心的去做与自己目标有关的事情，你的投资人才愿意把更多的资源啊投资在你的身上啊。所谓的资源，啊，就包括他们的这个时间、经验、资金啊，以及他圈内所有可以调动的这个资源，啊，这里所说的投资人啊，可以包括你的导师、你的教练、你的伙伴啊，甚至你的顾客，啊，互联网创业日新月异，啊，思维需要不断的去迭代啊，这里迭代。啊，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自己这个最大的风险因素。